用我们的热情制造你的美好 ，Happy Share Relax， 这种通常就是职人那种专门店，就是会有一些他一直在心里面的标语，肯定是一个厉害的达人。大哥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请问今晚住在家的节目怎么称呼？我叫仲磊，我姓黄，草头黄。我刚刚在橱窗外面看到这个艺术品，已经是垂涎欲滴了。就是这些东西，就是当初您得到世界大奖，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荣获世界巧克力大赛亚太区手工调味巧克力的银牌，就是巧克力界的奥斯卡的那种概念。哦，最高殿堂啦！对对对，我刚刚有看到好多种不同的口味，比如说葱啦，因为宜兰的葱嘛，对，还有臭豆腐。本身自己很喜欢吃巧克力，然后我就是用自己的所学，然后结合了宜兰的一些在地特色，比如说像是红露酒。红露酒是宜兰的现酒，对，然后加入了正是一个宜兰葱，对，所以用宜兰葱搭红露酒配出了一款叫做葱露的巧克力。哦，这都是也是你自己平常自己一直在研发，对，就会试一些不同的味道跟组合，然后结合了一些宜兰的味道，然后去呈现出一种每一种都有不一样自己特色的这种巧克力。我有机会可以试吃，当然可以可以。那你想要试试看什么？还是试试看我们得奖的作品？对，我就想知道哪一个得到世界巧克力大奖。OK， 那稍等我一下。哦。是夏日海，这个夏日海洋，你看看，你看看这个样子，不讲你真的以为它是玉。当初的一个设想的概念就是我们夏天，然后走在这个沙滩上，然后吃了一个算是一个冰淇淋，然后酸酸甜甜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个海洋就是外面，也算是一种海浪的，也像是宇宙啊，或者是星空，咬下去。会变成是一种酸甜，然后咸咸的，有没有感觉像是在夏日有海滩漫步的那种？有有有，瞬间融化，因为它在里面瞬间那个爆炸的滋味，就像刚刚它前面那个漩涡一样，整个在舌头里面旋转跳跃，哇，好好吃哦！因为我们这要打工。就不知道我们有机会跟你学习一下这个打工的技艺，要学习世界级的技术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我进去看一下。哇！哎呦，太平易近，终于把你带来。带我来这干嘛？这两天我着实的觉得应该要来带你看一下。看医生吗？对对，精神科的部分。我又没怎样，我没怎样。那个医生，喂，不是我，我挂号。这什么啦？挂什么号啦？您好，哦，欢迎来到我们。请问你是 Uber E 吗？哦，不是，他是医生，医生，医生来了，我不是医生，也不是医生，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医院了。哦，他不是太平医院，是太平医院吗？对，早期是太平医院。在101年前的时候，现在110年，对，所以民国零日本时代的时候，对，所以这栋建筑物有101年的历史。我们把它改装做成哦甜点小餐厅，甜点，这是一家餐厅啊，甜点的餐厅，我超爱吃甜点的。是，那我觉得很特别，你怎么会想说，因为医院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通常不是一个喜欢去的地方。你怎么想说还保留这样子的状态，然后把它弄成餐厅？因为我跟我太太以前就很喜欢旧东西、老东西，它这个空间能够活化，给客人边欣赏，然后还可以边吃个小轻食的东西。对呀，我就觉得你看它那个地板都是旧的，都没有弄过，这是以前才会有的。所以很多老客人来，他看到哇，他们充满着回忆。那我们可以。一哥不在啊，我们可以先试吃一下。哎哎，别，我们要打工一下才能吃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先掏夹包再吃。你那老先苦后乐好了。对呀，对呀，倒吃甘蔗型的，对不？好，我们可以先打工一下，做些什么事吗？我现在刚好要做汤圆，我们的白玉汤圆是我们豆花的另一个招牌商品。这个技巧我们要学一下哈，那老板请带路。那就麻烦老板。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是要做这个木瓜口味的吗？木瓜没有啦，这是可可果。哦，这是可可果。对，这是可可本人。
哦，可可他本人啊，对对对对对对，哇，他长这么大颗，那这个那怎么把它弄成巧克力？哎，它会变成是有一系列的这种过程，比如说有点像是我们咖啡的那种概念。哦，它里面也是一颗一颗的豆，是一颗一颗一颗豆子，然后有果仁，然后必须经过像是发酵，然后去做烘干，然后烘焙，然后最后研磨，然后就做调温，最后才会是我们吃到的巧克力。那现在你就是要教我们怎么做？没错没错，当年的刚刚那个夏日海洋嘛。是的。好，太棒了。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制作的巧克力的一个模子。嗯，对。因为它要必须得上各种不同不一样的一个颜色，每一个颜色都是一个工。那只要我上完一个颜色，如果要上第二个颜色的时候，我就必须得等待一段时间，等到第一个颜色干了之后，我才有办法去上第二个颜色。这样子，我做完一颗巧克力要多久的时间？基本上是要2到3天，因为我们开始要变成是有点星空的那个感觉。那这是铜色，这是由可可脂加上油溶性的色粉，我用牙刷然后轻轻的去做喷洒的动作。哎，这个我可以试试看哦。可以试试看，来，这稍微也要稍微把它弄，稍微弄，对，然后利用那个去喷它。对对对对对，没错，它这样有一些粉尘状的感觉，这样差不多了。好好的，那接下来呢就换成是白色的，白色。一样，它只是白色的色粉，然后加上是可可脂，嗯，那我们就开始变成是要刷，就是所谓的一个线条，让它稍微比较透明一点点。这个我应该也可以来试，也可以来试试。你说这是这个线条是吗？是，但是我要今天做你做的比较有点艺术的那种感觉，没关系，这就是专属于你自己的这种感觉。谢谢老师的认定。我们要开始进行所谓的一个喷颜色的动作，它最主要是把我们刚刚的这个可可脂的这个色粉算是有点异化。对，就大致上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现在闻到的味道是可可脂，可可脂的，它是油脂的味道，油脂的风味。那我来吧，我来试一下，还是你要试白色？白色也好，也好啊，好好好。哎，有，这边已经有点星球的感觉了。有，有，星球。1、2、3、4、5、6、7，7盘，但是为什么是1、2、3、4、5五个颜色？对，我想问一下，你们这些啊，我因为他刚刚说，这位是，你怎么突然变成女生了？刚刚不是男的吗？对啊，刚刚不是老板吗？对啊，你是老板娘。这个太吸睛了。好，来来来，请，是老板娘。你好。我负责的，所以很快的就变成是我。紫色的话，我猜是不是芋头？芋头不是啊，紫薯。对，对了，紫薯。然后我们把它放进去汤圆里面，它会有淡淡的那个地瓜的味道。嗯哼。而且因为我们没有加香料，所以那个味道就是真的就是淡淡的。然后你要细细的去咀嚼，然后糯米跟那个紫薯的味道就会是就会带出来这样。这个白色是什么？白色是原味。就是所谓的白玉汤圆，对不对？对。哦，刚刚老板有讲白玉汤圆。我们的白玉汤圆真的算是店里的招牌。那很多顾客都跟我们说，哎，我不爱讲营养，过年到营养那里真的好加，那里进好加这样子，因为我们选的很好的米，其实只要食材好，简单的烹饪它就会很好吃。那这个是红色，是红橘吗？对，红橘。会猜哦。因为你们聊他太厉害了。可以哦。那这个我就地瓜，再来。百香果，橘子，柳橙，栀子花，栀子花，什么叫栀子花？就是我们在吃那个荤桂，我知道，荤桂是红色的，对，这个色素的来源就是栀子花。哦，就是一般在中药行其实也买得到。他们连用色素都是用最天然的。蓝色的我最好奇，因为蓝色在自然界里面是最少出现的颜色。是，你说的没有错，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其实也找了很久，然后才找到蓝色这个来源，就是它其实是透过栀子花用酵素去萃取出来。那后来也发现说，栀子花是唯一它具有三原色，它是由它去提炼出来的。好，那我们再跳来这个，这两个加在一起。哦，就是它了。哦，对，现在上美术课。我以为它是抹茶嘞。这个是绿茶，娇溪绿茶。哦，这个是我们在地的宜兰的绿茶。对，待会我们一定要试试看这个。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这个是绿茶。对。然后这个是栀子花。对。OK。栀子花。好。刚才手一样。手一样啊。就是直接搓就对了。我想哦，手一样。就是讲哦，比如讲这个月饼加那个月饼，好，我就来说一下。巧
克力来了。对，巧克力来了。专业。目前就是30度。对，测温枪嘛。对，测温枪。嗯，大概31、30度是黑巧克力最佳的，算是一个工作的温度。对。当然，每一只巧克力它的一个调性不一样。对，所以它的一个会有点稍微有点落差。嗯。完成就是巧克力壳的部分，对，然后我会拿去冰箱冰一下，然后让它变成是硬的状态，我们再来做内馅。好，好，好。内馅，对，内馅我已经先有做好了，因为内馅其实煮完之后它温度有点高，对，我们没办法直接舔，所以它一定要先做一个前置的动作，冷藏，冷藏，就是我刚刚吃到那个酸酸甜甜的口感，对，没错，哦。您这个就是洞口就比较小，比刚刚的小，对不对？对，这个一定要挤小一点点，对，就不能溢出来啊。是的，我们挤8分就好了。好，就像比照你的这个高度，对，就大概留一点点。好，好的，好，这样啊。对，可以稍微的让它就是再平均一点点，就是、对吧？中间一点，就是再平均，正圆形一点。哇，那像这个内馅就是你自己研发出来的？对。就看你要呈现是什么样的一个，够了哈，对对，有点太多了，刚刚那个有点太多了，因为太多我们等下封底会封不起来，不好封，对的，那个是跟不是不好封，是封不起来，包饺子一样，哎，对的，多了多了，好了好了，馅太多也不行，好，一样稍微就是会一个稍微的震动。这一盘我会先再去拿去冰，对，再让它稍微再凝固一点点，再冰个一天，对，再冰个一天，然后再来灌模。这个是煮过的，对，是。啊，其实吼，咱好你讲的是龟薄，伊煮过伊的甘水它巴，然后你家起来弄下这龟菜是青的，青，来放这龟薄的去以后啊，收起来营养吼，你看有弹性，然后也会比较 Q 一点。所以爱心膏，对，把它加进去，然后再融合，然后再把它揉匀之后，我们才来做汤圆的下一个动作。先加2颗汤圆，煮好的汤圆。就是比例啦，比例。平常我们做的量比较大，那因为今天就是试意，所以就是只有2颗这样子。对，9个人做。暂停一下，是，他要打工哦，不要都给你自己做。我发现你有偷懒的嫌疑。啊，因为头家娘做甲顺真啊，我就好做。讲话讲得太顺了。头家娘，你甲阮讲，甲阮讲，阮做就好啊。啊，伊伫用掌根这个所在，对的，啊，辛苦的，那个实力，对，然后有点往前推。对，好，需要点力气哈。好。需要这样吗？然后这样子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它才算是 OK 的，可以做汤圆呢？揉到它就是融合了。对，那两颗要看不见。对啊。它的质地必须是完全平均。啊，是呢。对，我们再把它搓成长条状这样。所以你们这里算蛮特别的，而且很用心哎。谢谢。对啊。希望能够有在地的话，就会优先使用。不过是，主要是效果很好，顾客都觉得，这样的感觉就是口感很特别，香气很特别。是，老板娘，我觉得我这边完成，我也觉得我也够了，把它用成长条，长条用，我应该也 OK 了吧？可以了，这样子，一段一段的，这样吗？嗯，尽量让它平均，因为在煮的时候才会一起熟。OK， 这样差不多。可以哦。早期的时候我会一颗一颗称，因为一颗称。早期的时候很估摸，然后后来这个部分我就用一个机器来定量，我是搓还是手工搓这样子。懂，因为口感还是不一样。你现在目前这边有几种口味？你目前研发了？我没有仔细算，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会不定期的去更换。口可以大一点。这个的话就必须得我来操作。啊，好，没有问题。刮刀，哇塞，好看啊，那就完成了，至少旁边的巧克力稍微刮干净，完全硬掉之后，我们就可以脱模，然后就完成。哇，好多步骤，对的，真的，那就真的是可以试试其他的产品了。可以。哦，你看，老板娘搓了2颗，好圆哦。真的耶。厉害耶。
你看老板娘怎么搓、哦？哦，你也好棒哦！哦，人家是一次搓两颗呢。他是老板娘啊。他的一次搓两颗也很厉害，我试试看行吗？你搓几年啦、啊？我会变成一颗大的，怎么办？那你把它分两颗啊？哦，可以可以可以。哎、欸，在一起了。哎、欸，可以耶，我这样子行吧？可以可以，很漂亮。OK 吧？对不对？对，我们尽量做到就是大小均匀，均匀的，之后才不会就是有的熟了，然后有的还没熟。哎、欸，这很疗愈耶。是哈、哦。你怎么会想到把熟的放到还没有熟的里面？哦，这个是我有去问过那个阿嬷，嗯，阿姨长辈，伊弄爱个哩，就是搓汤圆，哎，搓一样，哎，对对对，他这种个哩，我会去跟他们请教，讨教一下，对对对，因为其实这个毕竟还是传统的食物，是，其实老一辈的人哦，对他们来讲，这个都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一定要做的事情，一定要，对对，即便我们要创新，可是有一些部分还是有一些步骤或细节，对对对对，是，你可以改变它的外貌，是，对，就像。这些汤圆它也可以用很多的食材来做成汤圆，对不对？然后口感又不一样。对，但是该传承的部分我们还是做的传承，是这样子。哦，你很厉害，你搓得很圆呢。但是我大小有点不一，就发现这个有点大，待会都是两位有点小。自己造的业自己扛。两款是我特别想要尝试看看，哪两款？第一个就是葱露，葱露它结合了宜兰葱，还有宜兰在地名产红露酒，还有另外一个最特别的，就是臭豆腐。臭豆腐，臭豆腐跟巧克力，是怎么会有联想在一起的可能？好，就这两款。好，那我就帮你拿这两款出来。哇，老师你自己喜欢吃哪一款？我比较喜欢吃臭豆腐这一款，其实是有点像是我们用宜兰的一间在地的酒厂，嗯，它的这款酒呢，它是用小麦跟高粱去发酵，对，它会带出一点类似是豆腐乳的那种感觉，那这是它原本的酒，它叫兰亭曲。哦，这个等于说巧克力配酒也是可以搭配的，可以可以可以。那有小的杯子，稍微闻闻看它的一个味道，它有60度哦。哇，很香啊！这是什么？是高粱吗？白酒？对，它是白酒，它是蒸馏酒，它是用小麦跟高粱。哦，小麦跟高粱，哇，果真就类似高度的高粱酒。一口，有，一咬下去感觉就像是在吃一块豆腐乳，但是它是甜的。有，哦，我知道你的意思，它的那个豆腐。微微的那种发酵的味道，嗯，不过好吃哎，而且有酒精，有酒精，一点点，一点点，哦，再搭配上蓝情绪，肯定是舒服的。有哎，这次虽然是高度酒，有点呛，60度，刚刚太冲动。宜兰最有名的就是葱嘛，它这个名字取的也好听，葱露，露是露水的露。那另外一个就是红露酒，老一辈的宜兰人在冬天特别喜欢挂龟箱，哎，就是整箱整箱带，因为老宜兰人他把红露酒去加热，加入姜丝跟香菜直接喝，这是老宜兰人在保养身体的方式。哦，因为其实那个绍兴酒也是加姜丝加热喝，对，哦，所以它的性质是差不多，性质是差不多的。我先试一下这个葱的味道。哦，我觉得你这个有特色的是说，我说你这个每一款的特色都在于我在瓶外面是另外一种味道，可是我瞬间把它整个融开来的时候，就有吃到葱的香气。但是红露酒反而它变成是单纯是只有一种咸感，嗯，因为红露酒它的趴数很低，我们在料理完煮完内馅之后，它的红露酒的趴数反而就被跟葱融合在一起了。对，应该是先喝这个才对。刚刚那个太烈，现在喝这个没什么味道。对。It's not so bad. It could be good. Whatever, don't think so.
我的这个看起来，为什么我的跟你的不一样？豆花界的浮夸就在这里，就像我们那天吃的那个沙拉上面加棉花糖。对，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对，可以帮我介绍这个到底是什么吗？这个叫做宜兰小岛，它是一整个岛啦。对，我只说宜兰小岛嘞。我们如果说出雪隧，然后看到那个龟山岛就知道。哦，对，龟山岛，代表是龟山岛。对对对，但是那这个是什么？碰饼。碰饼，碰饼，台南也有碰饼，我是台南人，台南有那个碰饼，里面是焦糖的。对，你这个碰饼跟台南里面是油酥，像我爸以前他们都是做工嘛，啊做产，所以需要补充体力，他们会冲奶粉，然后打个鸡蛋下去。哦，所以我也是沿着这个，所以这里面有个鸡蛋，对，那个土鸡蛋，有小农的土鸡蛋。你知道吗？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什么吗？想到什么？这个。就是亚洲人喝的酥皮浓汤，像不像？是，我觉得超像的。是，对，它里面是豆浆，是，还有豆花，配这个，还给了我一颗白玉汤圆。好，然后这是什么？红豆，蜜红豆，我们自己蜜红豆。那这一杯是什么？这杯是吃完甜点让顾客解腻的，也是宜兰的在地有机糙米。我觉得我要先喝一口这个，好，让里面的液体少一点。里面有一点点的那个盐卤豆花。盐卤豆花，这就是盐卤豆花，对。那我这个豆花有跟它不一样吗？这是姜汁，哎，也是一样的盐卤豆花，汤底不一样。这个盐卤豆花到嘴巴里啊，你就把舌头想象成是你自己，然后冬天的时候盖上一层厚厚的毛绒的棉被的感觉，整个包住，你赶快吃一口。我告诉你，我是从小吃豆花长大的，而且我吃了大概有四十几年了。所以我对豆花我是非常挑的。嗯，哦，我来吃吃看它这个所谓的酥皮，入口即化就对了。对，就是纯手工的，再加上这个汤圆，我来试试看。好，这是我们刚搓的汤圆。哦，这就是我们刚刚搓的。啊，绿色的是我们刚搓的绿茶口味的汤圆。就是它。太 Q 了啦，是不是？你刚刚有用力，对不对？你有用感情下去搓，用感情去吃它。然后那个汤圆，这个绿茶的绿茶香气很特别，因为我没有吃过绿茶的汤圆，是跟抹茶还是有一点差异，对不对？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个人感觉啊，是热的豆花它是最好吃的。对啊，对我自己也喜欢吃热的。对，那我觉得热的感觉是让你会很温暖的。对，那是好吃的。尤其盐卤豆花，其实它比较绵密一点，它不是 Q， 一般的豆花是比较 Q， 可是它是绵密。那绵密是因为它那个镁凝结蛋白质的时候会有一些孔洞，所以它可以吸附更多的汤汁。有感觉吗？有对，所以口感会不太一样。那另外这两道是什么？这个也是汤圆，只是我们上面撒了手工的那个米德，就是也是古早的记忆。米德，你吃过米德吗？我没有哎。米德就是，然后加一点水的撒呀。对，然后嘟嘟的那个。它是港口啦哈，没有什么可以买到米饭的。对。辛苦了，然后是加米德的吧。日本都会用黄豆粉，可是我挑面茶，希望还是有我们台湾人的一个特色在。到现在我都还会，而且他们磨得好细哦。对，好吃。那最后这个用豆渣下去做的，豆渣取代了绝大部分，其实豆渣可以用，你待会可以试试看，不用去担心热量的部分，然后。没有豆味，对不对？它就是布朗尼啊。对，它没有豆味，对不对？对，而且有点 Q。豆渣做的，会有点口感。我们人总是有想要吃甜点的时候，可是如果不要让自己罪恶感那么深，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觉得他们还做到了什么？食材零浪费。是我们当初一开始其实原意是如此，就是这个。结果没想到，因为我们豆子挑的这么好，豆渣这样子丢掉，浪费好可惜啊。对，它的汁在这里，它的渣就在这里，整个完全没有浪费。我必须说，虽然盐卤豆花很厉害，酥皮也很厉害，但这个居然要升我的第一名，豆渣不然。对，讲出来没人会信。雨真的是越晚越来越大，而且会不会冷？那。
有一点哎。那我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我有想说，他想说是这样帮我取暖，取暖，我也可以帮你取暖。对呀、啊，我想说有人这么好心的这样的问，应该是。我通常都是越冷的时候，我就肚子就越饿。我也是，刚刚也做了很多事情。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热量燃烧特别快。对，所以我们需要补充一些热量。看到了没有？这是哦，这种没有这种感觉，这种厨房快炒的厉害的感觉。询问一下，看有没有机会打工换个餐啊，好不好？这个东西。欢迎光临。哦，老板娘，哎，你好，欢迎光临。老板娘，你好，你好。今晚主持人讲是，因为我们已经到了晚上，外面雨下很大，又好冷。哦，我们想说，看到你这家，感觉已经开始就很厉害的餐厅，是，应该是很多宜兰在地的美食吧？是。那有没有机会打工换个餐？是啊，好，老板娘，可以啊，可以。请问你那个金鸡是酒吗？对。这宜兰县的县酒，红鹿酒。你看我多厉害啊，等一下可以喝酒取暖吗？可以啊，可以啊。你进来就跟人家要东西，你看一下旁边人家得了南洋风味馆，宜兰县的有两三号，有两三号。肯定是很有名厉害的餐厅。对对对，那我们这边就帮你做一点事情，可以，先帮你打工，然后好，我先帮你擦地嘛。不是，不用不用，我们这两天刚好要办桌，然后要做一些宜兰的在地的枣饼，还有干花肉卷。枣饼、干花，这个都是宜兰的在地的美食，美食备料的准备就对了。是，好，我们就立刻开始做。板娘平时的生意都很好，哎，还好了，还可以。那今晚你要教我什么菜？教咱家的古早味干花八梗。观众介绍一下，这较搞干了。这个我来点好，我来。这个就是那个猪脚肉，那我现在的比例就是五分肥肉，五分瘦肉。哦，对，全部倒了可以。对，全部倒下去。好。然后鱼浆。哦，也有放鱼浆。对。是什么鱼呢？旗鱼。鲨鱼。哦，鲨鱼。对，鲨鱼、旗鱼，现在的鱼浆都是综合。对。嗯，好，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洋葱。洋葱。青甜。对。这个比例都是你平常都知道调好的，是，是碧琪，碧琪哦，脆脆的，我光是这个切也要切好多啊，切好久，嗯，都手工切的，手工切，对，虾仁，虾米，哦，最重要的三星葱，最重要的三星葱，对，三星葱，上一代延续下来哦，我们就都这样子做，至少也超过五六十年了，有。猪肝对不对？对，猪肝，然后我们加上一些爆香。这个是什么东西？蒜头。蒜头爆香。对，还有红葱头。蒜头跟红葱头，香气古早味的来源通常都是红葱头。对，油汤啊。哎，最后这一盆是也要倒进去吗？不是，这个是猪网油。哦，猪网油。对，猪网油，等一下要包要卷的。包在外面的。我们加上鸡蛋。鸡蛋。调味好的。调味料里面有盐、糖，对，放下这个五香粉，对，还有加上这个白胡椒粉，然后加上一点点太白粉，比较可以融合在一起。这样子我就尽量让它搅拌，然后可以搅拌。哇，这个搅拌是最舒服的，一定要让它均匀入味啦。是，哇，像这一大盆应该可以做不少哦。这些大概可以做到二三十桌，的干龟，这是在宜兰吃到好多，这在地的宜兰料理，现在板豆哈，过年过节都会吃到它。鱼浆要把它和开，鱼浆在哪里？刚刚有看到一坨，一定要慢慢把它和开，慢慢的啦。师傅是贵姓？姓林。林师傅，你好，可以告诉一下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做的是枣饼。枣饼啊，枣饼，哇，这些是指金枣的金枣。哦，我们这两天都是在看到它。对，跟他非常的熟悉的，他是我们的好朋友。那请问这是？这个是芋头，切成丁状。切成丁状。这个很明显是葱花。对，这个是冬瓜糖。冬瓜糖。好久没看到它了，好久不见冬瓜糖。所以这是鸡蛋，鸭蛋，鸭蛋，然后这是猪油，猪油，对，芝麻，芝麻要炒过，要炒过，对，这个要炒才会香。因为既然是做饼，这很明显就是中粉，面粉，对。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全部都倒下去，全部有顺序吗？不用，不用，就是都倒进去就对了。芋头，冬瓜糖，非常
熟的，很常看到的金掌。再来葱花全部下去了，白芝麻炒过的，好的，猪油，猪油，这个先搅拌。好，好香哦。林师傅，这样可以了吗？可以。然后再放那个鸭蛋。鸭蛋。对。为什么选择用鸭蛋不用鸡蛋？比较香。比较香。对。哇哦。但它就有那个湿度了嘛，对不对？对。然后再搅拌。再搅拌。对。好。因为我们一般都会觉得好像要用鸡蛋，结果你们确实用鸭蛋。鸭蛋对。真材实料。对。而且鸭蛋比较大。对。蛋黄营养比较多。好，这样差不多了，对不对？差不多。然后整个面粉再下去吗？全部面粉再下去。好，哇，我慢慢。这个做起来大概几块饼？几块饼？一个。有没有算过？那么大？没有，没有算。是一个大饼吗？一个大饼。哦，一整个大饼啊！对。天哪，那一整个大饼，它是大家切来吃吗？要，对不对？切好再炸锅。哦，切好再炸锅了。哦，你还有力气？可以，可以，可以。会越来越硬，对，越来越什么？越硬。这我马步得扎下来的。对，使出你吃奶的力，均匀就可以了，是吧？对。啊，哇哦！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戴手套，对不对？对，因为会粘住，因为它会太黏了。太黏，所以呢，是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才再来做搅拌。对，均匀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包了。好的。这个猪的腹膜摊开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大概稍微把它拉开，跟它包寿司嘞。对。但是包这个也要有技巧哦，对，绝对的啊！哇塞，要教导这个这么均匀，然后年轻人就是特别不一样。对，你干嘛叫那种声音啊？我没有，是真的很难弄，他真的很紧。那你也不要叫那种声音啊！林师傅，这样可以了吗？哦，可以了，可以了，差不多了，是不是 ？OK 了，然后呢？这个是豆皮，豆皮是豆皮，豆皮。那这豆皮要做什么？是把这个把它包进去啊，包进来。哦，这个很好。哦，直接用大蒸锅这样子放进去。我先铺上去。好的，铺好。所以这个豆皮的 size 其实也是为了这个蒸锅已经计算过了，就大概知道是这个 size。对，铺一半，一半就是对，中间。中间。对，对。没关系。我要铺多皮，然后就这样，然后再拉开，再拉开，然后拉到整片，是不是？嗯，这个东西不好弄。对，很，因为它很黏。你们这里也需要帮忙吗？你这边没什么事做，是不是？你怎么可以跳槽？这是啥？这是叫做猪网油。包上去以后，猪网油稍微给它盖上去，然后稍微往内压，把它包得很紧实。对，等一下清蒸的时候才不会爆开。哦，原来是。对，如果说这个猪网油有破洞啊，就要稍微补一下。OK， 用这个稍微给它补一下。哦，等于说它蒸的时候，它就自动会缝合，对，融起来了。对，大概这样就可以了。拉开，拉长。的宽度差不多像你刚刚那样的宽度。对，对。我觉得这边补一点，好吧？这样太多了，太多了，给太多了。对对，稍微拉长，换一下，对，包起来会太胖，太胖，对。然后稍微往内缩，往内缩，往内缩。对了，我们自己在家包寿司，拿那个竹片，如果这样往后厚一点，对，然后这个旁边就是给它卷进来，对，稍微卷一下，它等一下清蒸的时候才不会爆开，都要把它稍微拉紧一下。对，我以前有做过给更，给更哦，给更也差不多的意思嘛。对对对对。哎，蛮漂亮的啊！啊，好厉害哦，教一次就会了。这个豆皮我来剥，对，然后照这个圆。照我懂，我懂，我懂，照这个这样。哦，要翻，为什么这一面跟那一面有什么不一样？感觉问题，对，感觉问题。它有一面是比较光滑的。我现在可以想象它那个，等到猪油在蒸笼里面融化的时候，然后那个豆皮把那个油吸饱饱，那个感觉一定很棒。然后我们再打平就好。打平了，我要再把它打平。对，啊，平均怎么打？那就换你了。因为我的手是OK OK， 不能破吗？不能破。然后我们最后一个步骤是拿牙签。牙签要干嘛？然后把这边钻洞。为什么要钻洞？因为它受热会比较平。OK， 我懂。这边哦，这边。
可以吗？好，都有了吧 ？OK， 可以，这样就完成了，这样就完成，就直接进蒸笼，好，进蒸，准备好了，对不对？对，然后我们现在进蒸笼，好，哇，进蒸笼，这样 OK 吗？通常我们是进猪笼或进狗笼，我们这一次进蒸笼，好，盖起来。三十分钟嘛，对不对？刚刚换了一个比较浅的盘子，这样蒸起来这样也比较好看，就放进去就好。是。OK。OK， 好，开蒸喽。然后蒸个几分钟？二十分钟。二十分钟。是的。就可以享用一下干花了，是吗？是。好的。两三道不是我们做的菜哦，对，是啊，这个是砂锅鱼头，砂锅鱼头，对吧？这个应该就是宜兰很厉害的高砂，高砂。那这个就是这个是文昌鸡，哦，文昌鸡，对，土鸡。这个就是你，这是他刚刚包的干灰、干味、干花，干花。这个就是我们两个弄的。金枣饼，赶快先开动吧。嗯，来开动吧。那个砂锅鱼头就滚成这样子的啦。你要先喝一口汤吗？当然要，过哪过哪，一定要有那个鱼头的那个鱼肉。可以可以可以，没有问题。还有上面这个是蛋酥，蛋酥，对，砂锅鱼头的灵魂呢，就是蛋酥，蛋酥，对，很香啊。我在边帮他听，我那个口水就，千万不要掉进去，你要吞下去。我没有办法。想象这个，我还可以回到我小时候吃砂锅鱼头的那种感觉。也是在台南吃的吗？当然。哦。那在其他外地很少吃。我就说我一天到晚在吃便当嘛，吃到这个美食就让人很怀念，而且有一些以前小时候的一些记忆都好像都整个啪那个片段突然涌上。对。哦，蛋酥，板娘那个蛋酥弄的，处理的非常棒。嗯。因为它很脆。但到这个砂锅鱼头里面又吸附到那个沙茶的味道，冬天吃这个，刚刚冷的进来，热的吃。我们刚刚是淋雨进来，真的有冷到。对，嗯，然后进来就感受到老板娘的温暖，谢谢，很暖心，谢谢。我等下可以打包吗？可以，我先吃，慢慢吃嘛。再吃一口就想要打包，还没开始你就要打包了。你要问一下这边有什么可以买的，你们这个分量。这个一般春卷的两倍粗哎，有吃过吗？之前没有，我也没吃过。先来尝尝。啊，我再吃点。你要不要沾酱啊？不需要沾这个酱。先吃原味。嗯。我有疑问，我在里面会吃到脆脆的东西，这是洋葱吗？是洋葱，我加了洋葱。还有，还有一个，还有碧琪。脆脆的，脆脆的极有可能是碧琪啦，因为洋葱你蒸过之后它会出水面。对，嗯，它很不一样，很特别。我觉得用做网牛的好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吃这种卷类的东西，都还是有用面皮，但那东西太厚，对，而且很容易吸很多油分，但这个就不会。枣饼，它是甜的，甜的是甜点，刚刚您是不是说，枣饼会在上菜的过程当中，在中间的地方会出现？为什么？中场味蕾对，让你的味蕾中场可以休息一下。哦，再加上它是金枣，它有点酸度，对，因为再开启你的胃，再开胃一次。哇，这个上菜的继续下半场，就像我们在看舞台剧一样，对，继续下半场更精彩的菜色。没错，因为你一直上太油腻，好吃的对，反而吃不久。对，我知道那个金枣的那个味道，它好清香哦，而且这个味道跟我们这两天做所有金枣的料理有点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是因为它搭配的是冬瓜糖，冬瓜糖，对，刚刚说的，这个组合又会带出另外一个感觉，对啊，是合的，对，高渣，简单说就是高汤冻。你这次来，你有什么会让你印象很深刻？哇，这两天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就好，不能多哦。长话短说啊，对，这一趟心灵之旅，
心灵，肉体也有吧。美食之旅，美食，身心灵都让我觉得哇！我从之前呢拍戏到现在没日没夜，然后录你们这个节目，可以让我的整个很放松。来到宜兰这个好地方，好山好水，还有很多好吃的美食。那我在这里呢，可以真的很放松，然后没有任何的压力，可以去享受每一个去接触的人事物。对，这个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再来，我很感动的是，我看到了很多的阿嬷，他们是这么的用心在做金吉啊、金嫂啊，他们是为了这个这么美丽的一个宝岛，然后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来品尝他们做的这一些，看到宜兰的骄傲，骄傲跟他们的成就，然后都是一代一代的传一代的，我觉得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这个两天一夜虽然从早到晚很累，但是让你带了满满的回忆回去。是，也预祝你接下来的戏也越拍越顺利，是，还有明年出专辑，对吧？今早带回去好好润润喉咙，继续唱好听的歌给我们听。对，好啊，等待下次你的到来。等一下，继续来。还有，这样我都忘了。两天一夜打工很开心。还有，我刚刚其实结尾做的蛮好的。对呀，很感人。你们刚刚一波流要结束了，很感人哎。完了，让你们更开心。我们要宣布第一名，最少的是第一名。对对，最少的。好，我们先从我开始算。好，我的量可能稍微多一点。人家比较多吗？这里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我有八个，嗯，八个。那看看一哥的，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哎呦，你也没有很少。采花姐的是一、二、三，一定是五、四、五。我有在算哦。我没算。好，恭喜采花姐是有逆转胜的机会，因为有四个空的。那我们现在是怎么决定？猜拳。直接猜拳。三个猜拳。最输的就写三个上去。然后第二名写一个。剪刀石头布，剪刀布。一哥，哎呦，一哥有机会逆转哦！一二三，恭喜一哥来！哦，好，恭喜十两哦！怎么可能？沉的，蛮沉的，哇塞！可以打开吗？那不然呢？黄金十两，哇！有一点不开心，对不对？我当然知道，好不好？还是要有一个终极惩罚，先把你们刚刚说的先签名上去。我们按照惯例，还是请板娘做工作人。好，终极惩罚，金条。这看起来就不妙了，你知道吗？来用力哦，用力转这个哈。好。我觉得不够用力啊，因为刚刚转不到一圈。对对对，反正可以大力，反正你够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哈。我们当然要切一下，因为你这是紧张一下。来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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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你转超过一。哥，我没办法，这是命吧？我们要写一下。两次都是你了，两个黄金都给我是谁啊？这个练喵的，一条就好了，是一条。刚刚有做的，我刚刚有做的，是巧克力吗？我猜是。我来看单子，这里面是全就是全巧克力，很苦的那种。俄罗斯的不脆。哎哎，你的下唇整个发抖哎！100%哦，韩国 ，no， 是一条就好，还一条就好，我试试看。因为我吃苦吃习惯了，我脚扣动就脚爆，你们又怕酸又怕苦，你这个命太好了。只是我没事啊，完全没事，不苦。但是你脚为什么一直在抖？被你发现，其实蛮苦的，好不好？我太衰了啦，而且还两次都是我，命中注定。没关系，没关系，吃苦当作吃补，采花姐送对，很好，谢谢板娘，谢谢你的黄金之手，没错，谢谢板娘，感恩谢谢你们，谢谢。吃饭了，吃饭，吃饭。
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跟着我们一起远离都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赶快订阅。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记得开启小铃铛哦。